嗱，你睇到啦，佢门口当嘢嘅，咁佢一日之后劏一只或者一日劏只羊，咁你咪拣啦，你要边啲都得嘅，咁解。诶，嗱，佢呢个做法就系新疆啦，系啊，新疆真系咁样嘅，系咪咁噶？新疆真系咁样嘅，啊，咁咧，但系咧，新疆冇啲玻璃嘅，个个即系就咁凌空挂喺度嘅啫，然后咧，嗱，啊，新疆系。有棵有嚿木喺度，嗰嚿木系咁高嘅，系砧板嚟嘅，其实系松树嚟嘅，斩一段出嚟就冻起嗰个路边，就当住你面，你买要几多啊？指一指佢，嗱佢唔系用刀喎，用斧头喎，一嘢就劈落去，就呢段攞嚟烧咁啊！新疆人是不是說曾經政府說給他們帶刀出行的？其實呢每個成年人呢都會有把刀出行的，是不是？是，不過現在好像有些被什麼試過那裡，但是呢過不到安檢的，機場不得的，現在不得了，以前是可以的，即是他那麼習俗，所以你們去新疆呢就會很多人向你推薦買刀仔，他說我們是習俗，因為新疆人咧，佢冇筷子噶，大佬就嗰把刀噶咋，燒咗嘢咪割嚟食咯，乜都係嗰把刀噶。佢真係割咋？係啊！但係咧，嗱，你哋去新疆玩咧，買啲刀咧好渣嘅，俾人呃，好係啊，其實好好，即係個手工又差，質素又差。即是旅遊版產品，旅遊產品啫。但係佢哋自己嗰啲唔係喎。係啊，佢哋自己嗰啲咧，嗱你買咧就買咁細把，佢自己嗰啲咁長啊，把把都係咁長嘅。同埋咧，嗰個咧係佢哋係唔知邊一家就係做邊一個宗族咁樣樣嘅喎，好得意嘅，即係分得好清嘅，分得好清嘅嚇，係嘛？咁如果新疆人來香港咪大鑊。捉硬好像現在都說不給帶了，是吧？現在我不記得了，那段時間就是因為新疆他們是特別是喀什那裡很亂，就不准的，那些食羊就是他們的本分，我問他一羊，他說有些叫做羔羊，即是羊仔來的，有羊仔，系啊，嗱，其實羊咧，嗱，奧地利啲羊分得好清，歐洲咧係你係食山羊定係食羔羊？羔羊分開咧，公羊係啊，定係乜嘢？係啊，唔同嘅喎，個英文叫法都唔同嘅喎，係啊，mutton啊嘛又有，係啊，好鬼多嘅 ，lamb 又唔同，係啦，唔同嘅，喺英文叫法上邊嘅分別咧，goose又唔同，幾隻嘅羔羊、山羊啊，分開我哋知嘅。我大佬，我哋去法國米芝蓮食啲羊排，貴到真係飛起，大佬細細件嗰啲高嗰啲羔羊仔啊，攞命真係，不係幾好食。嗱，我嗰日咧就同759個 CEO 食飯。759咩嚟㗎？759亞信屋啊，即係嗰個連鎖店。咪瓜咗啦咩？唔係，咁佢下邊有人做噶嘛，仍有人做噶嘛。個肥佬冇喺度啦，唔喺度啦，係啦，咁下邊有人做，咁咧佢就話。我係有幫襯嘅，平啊嘛。佢話：喂，嗱，自己人先講啊，我哋呢一攞嘅羊扒咧，好得啊，好賣得添啊，因為啲人知啊嚇。即係啱啱講開羊，我先講下，係嘛？係啊係啊。咁你有冇買得啊？喂，前幾日先講嘅，我未得閒買嘅，大佬就賣曬喎。前幾日先講咋，咁我嗱，我就問佢啦，我見到你哋都好多牛扒，佢話唔係羊扒得，嗱即係話俾聽羊扒得，咁即係咪牛扒唔得咧？嗱，咁759啲嘢咧，你又要咁睇性價比啫，大佬，係咪？咁係啊，佢平喎，係啊，真係好平喎，唔係試過話兩大超市話要懟冧佢噶嘛？係啊。系咪啊？系啊！原来咧，嗱，以前我都问过林伟俊，即系以前肥佬咧，佢话我试啫嘛。嗱，佢原来系咁样喎。我一攞一只柜，系啊，因为我铺头多啊，系啊，分店多啊，我散落去，依只柜唔得，我咪唔再嚟咯。我賣到三分一，一得我即刻我打第二隻柜啊！我一隻隻柜嚟嘅，系啊，我唔敢攞多吓。咁咪。
所以什麼都有霸權主義，是是你有大超聯心就要懟冧他嘛，就好像以前百佳要懟冧蘋果，咁咪咯，肥佬禮都係一樣咯，明唔明啊？對，係嘛？誒，講咩都假，係啊，錢最緊要，係啊，現實嘅利益最緊要，係嘛？哇！你搶個生意又搞咗，又如殺人父母啊！大佬，你嗰度難逃自劫啊！係啊！哇！真係你唔好話，百佳發行力以本商喎，結果肥佬禮十億冇曬喎。係啊，係啊，就唔好講嘅呢啲。喂，佢總之佢嘅能力能夠做到，係多隻香爐多隻鬼咩？嗯，係嘛？對。唔係你韓生四個老婆都嗌過交啦。所以佢咪擺平，我分一部分身家先，嗱咁就得啦。系啊，分剩一部分唔喐住。系啊，你咪死个嗌交。系啊，要乜嘢你唔理我啊？我兩隻腳伸直，你哋自己解決啦。要埋一樣嘅事，我走咗啦。乜嘢都假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人就係自私啦，冇辦法。啊，食講翻食嘢啦。啊！呢個咧嗱，佢任你揀嚇，你明唔明啊？係。咁我嗱有嗱，我真係試過喎，喺新疆當場斬只羊髀出嚟，好新鮮，哇！真係唔同噶，新鮮。但係咧，如果你食烤全羊咧，就要訂。嗱，我就唔建議食烤全羊。點解咧？第一咧，烤全羊嗱，我喺希臘啊，喺城咧，我同奧地利人食過，等睇佢烤睇佢成嘅。你揀就得，你要曬成隻全羊咧，有大部分都唔好食嘅，嗰啲位啊。咁你咩叫全羊啊，大佬？梗係知啦。嚇！我梗係唔會。啲豬頭骨你都要買啊？咁冇辦法嘅，呢個烤全羊一種滿足感，你明啊？對，冷靜，成隻羊架咗喺度嘛。係啊，呢叫滿足感。但係死啦！燒完邊個愛只髀先？仲有你人少唔食唔到噶嘛？食唔到嘥啊！啊，起碼要燒過廿個人先食到。唔得啊！得廿個人，新疆人就得，佢收2000多元一隻。唔係啊，香港人食唔到啊，新疆人就食到。啊，邊度啖啖肉仲要攣骨咧？好多骨噶嘛羊。咁你羊有大細噶嘛？啊，唔係，而家基本上都咁上下大嘅。嚇，唔好嘥米飯啊！係啊，啊。继续好嚟下一张，嗱、啊、你睇啲串串啊，系咦佢喂有肠仔嘅喂，乜都有嘅，都话似个学咗啲四川嘢啦，即系入乡随俗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啊哇串好晒，你几企理，你唔好话几企理。嗱呢种串好晒有两种嘅，嗯，一种咧有一箱箱买翻嚟，胶嚟嘅，胶嚟嘅，嗯，佢呢种佢真系串，我睇住佢串嘅。即係有兩種㗎，啊唔係，可能咧內臟部分膠嚟嘅，好佢，但係佢內臟咧多數係嗰啲羊嘅，但係呢種村咧我睇佢，因為迎合本地嘅市場，唔係純，即係如果淨係新疆風味咧，有陣時未必。所以加埋呢啲咯，就咁解，唔係即係等於我哋中菜館點解成日有酸菜魚、有水煮魚啊黐線，但係你唔做唔得啊？係人哋嚟到酸菜魚又美油啊，誒美油啊，美油咪第二間咯，對，繼續。嗱睇到啦，啲啊，啲腸仔乜都有嘅，啊腎啊咩都有嘅，呢啲已經係另類啦，俾你燒烤嘅啫。但係我目的我唔食呢啲嘢，我係食羊嘅啫，係嘛？呢啲使鬼食呢啲咩？係嘛？啊，全部有，繼續阿成啦，嗱嗱呢度有啊，嗱呢啲係自己穿嘅，你睇到噶啦。嗱，你睇到嗰啲針啦，係嘛？係係。呢啲冇得膠嚟嘅，大佬。啊，呢個自己係嘛？羊肉嚟，啲全部羊肉嚟㗎。嗱，講開咧，我喺新疆食係用鐵針嘅喎。鐵針㗎，全部係鐵針啊，冇竹籤嘅喎。嗱，有一樣你唔知有冇去過新疆？我都去過新疆嘅。有一樣嘢唔係鐵針，唔係竹籤，你可能未食過。阿成，你俾张相去睇，唔系呢啲嗱，唔系呢啲，你睇，唔系啲菜啫，呢啲冇所谓，继续嗱，你唔系你俾一支烧好嘅嘢，等阵先，
係啦係啦，再嚟再嚟，粗啲嘅超好嘅支，嗱再一支，呢支嗱睇到未？嗱竹籤啊，隔離中間嗰支啊，木條，呢個叫柳枝。啊，冇食過喎、啊！你錯啦，原來新疆好出名嘅。係咩？你呢支柳枝啊？我記下先，我一般可能唔記得啦。你呢啲柳枝燒完之後啊，冇熱氣啊，食嘢係，仲有貴三倍啊！嗱，個問題就係呢次佢重用好多次喎、啊，唔用啊，唔係啩？我睇住佢穿唔用，嗯，我話啲咩嚟？佢話柳枝，即係。新疆的洋柳枝燒完之後又沒有熱氣的食完，但是這串東西貴那些串三倍新疆沒有柳的有啊、嗯、還有胡杨木有柳的、啊、胡杨木我聽過它是柳枝、哦、咦、可能我記不起，但是就算是吃過都是可能一次兩次沒有印象，可能呢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柳枝，咁你唔得細緻啦，做嘢。哇，其實我好細緻噶啦。點解我發現到你發現唔到？你係大師傅啊嘛。係啊，啊真係啊，大佬啊。我特登問，我話點解咁貴？佢係咁貴噶。一食完那個味道唔同啦，我話啲唔熱氣啊咁。哎呀，如果你俾我去試下，我真係食得出味道噶嘛。繼續嗱，阿成啊，快啦，快啲，快快咁。唔係你俾嗰個羊咩？繼續燒烤到啲，嗱呢個羊扒係啊，嗯啊羊扒，但係呢啲係真係去現場燒嘅，係繼續仲有成唔係夠鐘，嗱呢個咧就學人哋嗰啲日本仔啊，日本仔嗰啲咧係咩田螺燒嗰啲咁，睇唔睇到啊？係繼續阿成仲有整多張嚟，冇辦法。嗱呢只就個餅啦，繼續係係。急咗少少，嗱呢只咧就係嗰啲誒羊咩？羊腰啊？唔係羊，有骨嘅。嗱呢個羊扒，羊扒有個羊腰，我見到有張。嗱嗱骨嗱，嗱呢個呢個羊腰。係。羊腰壓壓地嘅喎。我食過，我細路仔成日食嘅。唔係啩？我媽媽煲湯嘅。哦，夠鐘啦。係啊。啊，咁好啦，係啦，見識一下。見識下新疆嘢啊！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